子，啊，好久不见。对，心情其实和金马奖特别的有缘分，包括我第一次主持金马奖，还有第一次爱的抱抱，还有应该说是我的电影人生是从金马开始开启的。嗯，所以今天可以回到金马六十，荣耀所有的电影人，自己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。对，是我们还没有，可能大家行程比较紧凑。嗯，是非常非常期待。我觉得当然他是世界级的重量级的传奇性导演之外，那时候大会邀请的时候，他们说由北野武导演还有志玲姐姐，这样就会变武林高手，我觉得很可爱。那希望今天由我们开场带来这个璀璨的六零金马的开始。今天特别选择这个是很璀璨的，嗯，我觉得代表了璀璨六零之外，也希望所有的电影人都能够继续的发光发热。那今天是这个是 Valentino Couture。有这一周都很努力的节食和做 Neo 的运动，对。会，应该会，嗯，对，他们应该会在电视前观看吧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